我以祷告爱妻子，从十个方面为妻子祷告。灵命日粮事工制作。愿妻子的生活忙中有序。亲爱的天父，我要为我所爱的妻子来祷告，感谢你赐给她能力与才干，为着家庭及生活各个层面来努力。求主在忙碌的生活中格外赏赐她判断的智慧与次序，让她知道哪些事情必须优先处理，哪些可以暂缓或是请人协助。倘若她面对压力时感到孤立无援，求主兴起各样的资源，成为她的支持与帮助，让她知道你掌管一切，也顾念她的需要。求主使他在忙碌中操练安息，让他随时将劳苦愁烦释放在你的面前，因为你是乐意背负他重担的主。愿主使他忙而不乱，并且真实经历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，相信你必要将丰盛的恩典浇灌在他的身上，使他面对每一天的挑战时深刻经历出人意外的轻省与喜乐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主引导你为自己和妻子祈求，又愿圣灵亲自用不可言喻的叹息替你们祈求。